宜兰分局近视派出所的员警尤胜尧、范细祥日前接获宜兰市凯旋路一名无姓女子因为不明的原因遭到反锁在自家的门外，家中的大门门锁故障无法打开，除了暂住在邻居家一晚，隔天还找来锁匠也无法开启，警消到场合力协助强行破门才顺利进入屋内，经过现场勘查之后发现是因为气温影响导致家中的地砖凸起造成大门无法正常推开。是什么地方？瓷砖变形，太油变形。瓷砖凸起来了。太油。而另外罗东警分局二捷派出所的员警朱品浩发现辖内詹姓妇人一家三口同住，不仅家人不久前亡生，还有房贷需要支付，经济陷入困境，警方立即通知二捷村的村长陈长全一同协助提供物资，而分局也协助来办理急难纾困救助通报以及社福单位的协助机助。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道。